好，大家好，我们是难能可贵花府围棋。桂花是中国传统名花，可入药且排毒，加上香气宜人，也多用来制作甜品。而近年来饮食习惯逐渐倾向于创新和精致化，此研究题材也较为新奇。在这个资讯大爆炸的时代，更带动着餐饮文化的新趋势。期望利用旧有产品结合创新特色，为这广大的餐饮市场注入新血，加上近年来由餐饮业渐渐带出的健康养生饮食概念，强调食品的食材的自然性与有益性，更标榜健康无添加的饮食方式，更是大受欢迎。故希望结合桂花开发出新式的河粉，利用桂花酿增添香气，让原本无色无味的河粉散发着清香，也多了一份甜味和淡淡的琥珀色，颠覆米食印象，进而改良中国传统米食。研究过程均采纯手工制作，食材方面更是单纯，也没有繁琐的烹调方式。本研究将桂花酿融进河粉配方中的水，将玉米粉替换成地瓜粉。相较于一般市售的河粉，桂花酿增添了外表的香气以及甜味，地瓜粉增加了 Q 弹的口感。原本单调的外表染着柔和的琥珀色，回透中漂浮着桂花在其中，在兼顾简单饮食外，更保有了它的精致性，让食用者有嗅觉以及味觉上的享宴。本研究也根据消费者的喜好以及满意分析发现，近90%的民众皆喜欢河粉这项米食，在香气口味方面也达到了80%的满意度。但对于未来上市购买意愿，有近半的民众皆不表示意见。我们进而推测，餐饮市场之大，商品包罗万象，选择性较多，但仍有一半的民众是愿意的，可见此研究无论是理念或是产品整体的喜好度都是可实行且被大众所接受的。